好，我们现在来打这个星斗猪盘，我们要配那个配弟弟哈，配弟弟。好，这个配置 ，Go。这一关的特色就是血靠北多啊，王冠十亿血量啊，十亿啊。但是他进场直接把你技能回复了，所以也是有好处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直接开合体。啊，步数有步数限制500步哦，所以要小心一点哦。欸，可是行动值要等到下一回合才能。欸，直接开温力让它满。Hello， 狗熊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这边一定要先开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关呢，它是木属性伤害会减到剩 10%， 所以我们要这边要开一个大爆发，把它干掉。知道吗，各位？这边的话，我们开个，我想一下哦，心木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一波带走，有没有看到？轻轻松松啊，这边打多少？这边打了180亿耶！哇靠！那再来这边呢？怎么少一颗暗珠啊？干！这边只能这样子。好，这边简单哦。再来呢，这边是4亿哦。再下一关就是6亿了哦。哦，越来越痛哦。哦，这边是6亿哦。看一下这个版面不太好，版面我看一下，这版面不好，直接点水珠，心木水，这样子，好，再来呢，下一关是8亿哦，然后再来最后一关是10亿哦。欸，不是这样吧，大哥？大哥，会死吗？他打多少？欸，其实中毒90%好像不会死，对不对？欸，是不是不会死啊，各位？是不是不会死？他中毒90%，然后他打我100滴血，不会死啊？欸，没戏啊？欸，不会死啊？不会死的话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讲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真的太小看我了。叠起来，猪入叠。好，再来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10亿血量，直接送他个龙壳，舒服。哦，这个绰绰有余啊，哇，这个绰绰有余。靠北版权想害我是不是？好，非常的轻松哦，这对，推荐给大家。这个是星斗猪盘火关，前面没过不能打这个，不行。